你先天卦是生火病，那你又姓张，啊，长工之人呢，形象到，好，排列第三。周行江中，不出江中，哦，树中定，这是个定数。哦，逢了姓江的话，排列第一，所以长子和次子还不一样，哦，姓都不一样。后天卦，如果你的后天卦是三火壁，好，平步青云呢，好，位置三宫啊，这个禄命天上来，这都是九重发禄命的，都是大官啊，声名远播。如果你是流年卦，同道三火壁，那一年呢？叫男女同心，啊，升官牵动，当官呢不但升迁，还会调动，啊，他来找你的时候，刚刚好就准备去任命了，待事而发，啊，那你此行大利，这一行的大吉大利，非常好，去叫他去，鼓励他去上任，啊。逢科甲呢，高中，啊，遇到考试流年的话会补高中，啊，长工呢，好，啊，行显路，姓张的人逢到的话要注意，中凶，啊，结果很凶啊，要小心。再进一个卦。三火壁呢，再来就变三地波，好，三地波，波卦线的时候，啊，麻烦了。如果你先天卦是三地波，啊，家人离。哦，财路算，生不逢时，哦，天注定，这是生的时间不好，多卦，父母失和，人丁少，性情孤僻啊。自善变，一般来说这种人呢，做事情啊，常常行事呢取巧，造成结果呢事倍功半。化解的方法，只可守株待兔。啊，绝不可能缘木求鱼。这是化解之道。哦，天道里面的，啊，化解之道。如果你的后天卦。
到三地波，最早蜈蚣啊，人长寿。你当公务员退早点退了，退了半天还是会送死，还会跟到你哈、哦。因人生害，哦，自己不知道，不自知。啊、哦，这里要注意啊、哦，有以复因，啊、哦，更可怕。这个复因自由，好、哦，倒出来，你们自己去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当事人就知道，当事人就晓得哈、哦。知面，知人知面呢，不知心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这个一般来说，我们随便举个例，比如说个男的，先天化是三级波，如果他是找个女的，家里面很有钱，那就完了，复因好。守辰啊，不遇好，不遇。守辰不逾矩啊，啊，保持原道，不要这个规矩的矩，啊，规矩的矩，守辰不要超越过自己还一动，这种人呢还比较累，一动贪恋呢、啊，啊，必遭凶。贪念一生呢、啊，反而会招致很多不好的凶事。哦，贪念不能生。那你如果你28岁，正好要考试，那你那一年流年叫三地一波，婚事不成，啊、哦，婚事不成，科甲不中，考试不会上，然后对内波出现的时候，你越去帮忙，愈理愈乱，啊、哦，诸位听啊。不要理他这句话，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好，流年碰到三级波，这个波态一定是自内生，波一定会自内生，懂不懂？一定从内部发生的。那遇到这种情形，不要理他。等到你，如果你那年碰到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越理啊越乱。乃因呢，女子害，啊，被女人害了。女人命碰到三地波的流年，仿佛啊、哦，就是克劳先生。那这种女人呢，叫做闭门造车。啊、哦，这个奇果自是。啊、哦，身上的害果呢，自己害到自己。这句话讲得非常传神，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深入了解，我是很了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看各种人生啊，经过很多事情啊，看到这些我们来算命的会怎样，因为有些事情啊，世界上的事情根本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问题啊，都给女人家想出来怎么闭门造车啊，在里面。来，我顺便问你一个，妈妈重要还是媳妇重要？这个问题男人都不会去造了，一定是婆婆制造出来的，哎，不然就是太太制造。随便问问题就啊，这么闭门造句的，那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问题，根本没有答案呢、啊，教人怎么回答？哦，根本无从做取舍，啊、哦，是不是很多人面临到这种困扰？对啊，你不相信再遇到一个妈妈，她先生没有了，她一个独子，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拉长大，然后她就看着儿子长大，把儿子宠得跟什么样，每天跟亲朋好友说，我我要给我儿子讨一把好媳妇，你嫁给他看看，你嫁给他儿子看看，好、哦，那有的你够你爽的了，好、哦。为什么要叫你爽呢？你知道爽？你看看中间是不是四个叉？是不是凶比较多，吉比较少？凶多嘛，吉少，吉在上面一点。那个吉的字画才两画而已。哦，那你去凶多吉少哈。哦，所以我说你爽，你有想过？哦，脑筋要奔放一点嘛，不要老是被挡到。哦，啊，都没有想到的。凶是不是多？你看四个凶的，四个叉在里面，吉只有两画而已。哦，那爽了，凶多吉少。啊、哦。
所以如果你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再送个喜帐，爽你就完了。我们的字常常都是相反的，懂不懂我意思？那你来问我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什么灾呀、啊？我就写个福，升到人间福满呗，那个福啊就代表你要坐牢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先天卦逢到地雷富，好、哦，天生神武，好、哦。好勇之人，女人逢之呢，为阴池，好，阴池知道吧？哦，花木兰了，虎兔了、啊、之人呢，化为将，啊，化为将军。这种人生下来先天卦，手握生杀之权。哦，手上有生杀之权。如果你是属猴的，猴向东行，哦，出外地，哦，出外地往东走，一父双母，哦，都是贵子，璞玉啊，都是很好的，啊、哦。兄弟不相识，无语不相识，一定要掏杀啊！使掏杀使见金啊，才能看到黄金。地雷富，如果你的后天卦哦，地雷富。必是关节险要，好、哦、发猴，哦，老虎，哦，兔，那这个虎的姓氏又可以王，兔又可以牛啊，猴又可以猴，哦，通通在这里面，哦，一人呢，两妻，哦。反复往来，每天晚上在台北市跑来跑去，哦，晚上再冲一下，哦，反复往来。如果是逢流，哦，逢流呢，逢寿遭遇阻，遇到这两种状况会有生到阻力，哦。迁往他处，好，啊，迁往他处，可平安，好，往外地走，哦，流年卦，如果你的流年卦是地雷富。行年至此，好、哦，升降，好、哦，升降官。尤其呢，木刑，啊、哦，诸位知道现在知道木刑了，或者是萧侯，你又是属猴又是木刑，那更好。木刑萧侯人成格，好、哦，一定会花降。但如果这个人呢，刚好流年官是地雷虎，长得肥东东的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肥猴子啊。啊，只有肥猫肥狗，它没有肥猴子，所以它就不成格，那就升上将就不会升少将。好，那如果这个人呢？哦，各位看啊、哦，流年逢到，再遇呢，虎兔啊，寅卯年呢？必可，啊、哦，复职，啊、哦，任大使，啊、哦，回头当大使，这是地雷富。好、哦，
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说说看，这个上面刚刚的地雷符有个什么字啊？冬字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冬是不是这样写？这人在车子的下面，所以人未登车，是不是啊？人要看到车子，人还没有登上车子呢。好，人未登车，冬了。所以他发特别属性的几个人，好，天雷无望，都能来得及写吧，哈，好，天雷无望，只有看这个图啊，天雷无望，来不及啊，哎呀，好了。我最开心了，好，来得及了，你放心。好，如果来不及，我们在剪接的时候给你来偷看。好，这个天雷无妄卦哈，出生的时候逢到，如果这个人来本身就是枭鼠老鼠啊，好，又是枭猪，鼠猪人啊，好，虚房。你是天雷无妄，又是属猪的哈。如果你的小孩子是这样子，你刚好猪年生了个孩子或鼠年生个孩子，然后孩子就先天挂着天雷无妄，好，好，再大的家业，偌大家业的，好分东西，整个好家业通通分掉。这个人的个性呢？一定是刚断用事，做事情呢非常的刚好，非常的果决，然后呢险中求财，好，比如说我们开赌场啊，好，就险中求财六合彩啊，好，就是险中求财，好，赌博性的电玩呢、啊，好，商人呢，行。商人行的合伙的时候，有合伙的状况是不是要防线？啊，会有陷害，好，被你的股东陷害。这种状况天雷无妄的时候，有大禄字，啊，大禄字有大财路来的时候哈，需要戒慎。啊，这个戒慎就是诸位都学过了，人间道上面来的，啊。诸位呢，如果你的后天卦是天雷无妄，猪年好人进入和天数啊，猪年或者是枭猪的人给你生意做赚到的钱，或者这个人长得很像猪，好，我们蒋经国就是猪年，好，但是逢了天雷无妄要记得啊，少缺一半，要少掉一半啊，阴人有谋略，那做事情啊不抱侥幸，所以实际上这个好，这个易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其实绝对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，很脱险。那最后一句啊，就是给客户要给他一个鼓励的。好，遇到这个的话，有的如果他已经预险了怎么办？预险呢才来找你算的。啊，有的青山在，啊，不怕没柴烧。好，没柴烧。如果是执年卦。你的流年挂逢了这个险中求财，好，有财得败，好，得财有得到财呢，险中求财，你开赌场赚到钱，得财你只有一半拿到，有一半分掉了，好，自乱阵脚，
这种铤而走险啊，贩毒啊，贩做什么毒的，那个只要一个风信口，大家阵脚都乱了，就好都会紧张嘛，好。这一年呢，一定要防窃，好。我们命卦上面，你只要看到图上面那个钱掉到地上，都是要窃，都有窃灾的，啊，钱掉到地上都有窃灾，防窃之年。那这一年呢，还有忧心，爸爸病重，忧心复病。那这种忧心复病的人，人到你面前来一看就知道，哦，他的那个日角，整个日角呢会变成暗暗，颜色会暗暗黑黑的。好，先天卦如果你三天大虚卦，好，生来注定呢富贵人，哦，红楼之中，哦，有柯明，有柯甲，马人呢，大吉，哦，这个卦呢，求官不利，啊，求财吉。这个经营交易呢，一生富足，啊，啊，这个包括先天卦就注定。如果你的后天卦，哦，这个是三天大树卦，遇到这个的时候，一定会修辞呢。官位，那就不当官了，老子不干了，哦，哦，专心从商，哦，一心一意去做生意，得主业，哦，祖上的业会有，但是守成不易，好，哦，就要守成。男人呢，逢到三天大树卦就要注意一点了，好，哦，不犯桃花。哦，不要犯桃花，哦，国必成。有的人犯桃花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卦不能，啊，哦。那后天卦红到器官从伤了以后呢，啊，哦，财路呢也是，哦，富足一生，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卦都是有钱，哦。那你有一天，你的流年卦好。老师，我38岁刚好是逢三天大虚卦，好，哦，那你就是个官人平难做，哦，这叫做遥望国土啊，遥望国土，思故乡，好，哦，身在异乡，哦，为异客。如果你刚好考大学那年，你家住在台北，刚好那年三天大树一考，屏东农专，啊，哦，就很远了，好，哦，了解为止吧，好，哦，你要扩要放大缩小哈，哦，但是院中有这个里面有路马，财路兴旺，路逢了马是最大的路了，好，哦，滚滚而来，我们叫路马交食，好，哦，这个。滚滚而来，好，财路都文书字，有文书来了，记得啊，这是天机道。文书字的时候必度势而进，好，不要猛，不要躁进，绝对不可躁进，要度看局势而进，不能退，好，要往前进，不可犯灾而行。明知道非常太危险了，还往前跑，啊，哦！官人逢之，啊，哦，当官的人逢到三天大树卦的话，贪禄休官，哦，官运会停下来，就是因为贪禄，啊，哦。
三个一，一卦，好，先天卦你碰到这个的时候，好，生则重复啊。好，母有凶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说父母不全。哦，父母不全。那妻有一子，妾二子。啊、哦，少寿。哦，丰禄。才艺高。这人呢？都是多才多艺的，哦，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分封，才艺从才艺方面的，一生从事呢，正官带，哦，一直都是当官去，求官得官，啊、哦，得父印，爸爸在脾印，啊、哦，应该就是脾印的，爸爸在，哦，爸爸的前面爸爸的官。照顾到你，就好像层层照顾层女儿一样。好，这个八字六亲呢，兄弟齐心，好，相互呼应。好，官发，当官的人，官发长房，大儿子去当官，其他的各房呢，于发禄。其他的发在商上面、生意上面啊，不发官。这个八字呢，尤其呢，好、哦、出盖头、丁人啊、哦，这都是天机道啊，名字都有啊，啊、哦，日明明德啊、哦，到时候呢，就是宝盖头很多嘛。后天卦呢？后天卦，如果你逢到三得一，啊，得众望，众人归望，然后还要受天子禄命。现在就很多人受天子禄命啊，不管中南北，只要有钱人，通通是受禄。然后我把天机道改掉了哈，民选级，以前是推举出来的地方官，推举乡绅出来的哈。那现在来说的话，就是民选官，你不要去当官。后天卦如果三得一，不要当官，做民选官，你做的比正官带还来的大。好，民选级，不但民选，你民选官的话出来的话，不但级，而且平步青云呢，进天子册。好，我们现在国家一定很多这种人的流年哈，位列三台。好，好，位列三台，这是后天卦。那如果你流年卦，你那年刚好逢了三得一，老师我27岁三得一，好，父吉，母凶，妈妈有灾难，那事业上面呢，此年逢贵，这年得到贵人的提升，好，上青云，一路平步青云往上，跟对人往上，好，跟对人一路往上升，好。求财平安呢，好，求官大利，因为这个是只是一个三得一，一个小流年，跟批终身的不一样，好像我们前面都是批终身的，好，婚事必成，好，逢婚事流年卦正好三得一，一定会有成果，好，为什么相爱啊，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了，都结婚的时候到法院上都是公证，都站在案前面，好，案就是公证公开，好，所以婚事一定会大吉，好，三得一卦，泽风大过。如果你看到是先天卦的时候，好。